那各位同学，我们请就坐哈。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这节课由台中州大屯郡郑吉志郑郡守来演讲哈，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大家好。哦，很高兴哈、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今天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来思考一下。咱以前捌想过的代志。今天年轻人来的很多呢，哈、好，我们来想想哈、中华民国哈、台湾管理当局。我来台湾哈，已经70几年了嘛哈，70年了。在职在教友们，我们上的是中华民国的教科书，中华民国的老师教他们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做一个整整齐齐的好学生嘛哈。有人说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。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有可能是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嘛？那种听有人人来讲讲嘛，哈。中国人是什么？是讲国籍。台湾人是国籍吗？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是一个地名。我是中国的福建，我是中国人，也是福建人，标题上，他是中国人，他认同中国，而他就住在福建。如果你说你认同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，那表示说什么？你就是中国人啊，自己到底台湾，你们愿意当中国人吗？咱想一下嘛，哈。这个讲法好像不太对哦，哈。我再讲个一个看法了哈。如果你跟美国人讲说，哎呀，你阿公是为英国移民呢，你是英国人，也是美国人，你猜那个有没有给你做什么动作？搞不好叫你向后转，阿头给你扒来讲，我明明都是美国人呐、为什么说我是英国人也是美国人？是你读较不清楚哦。伊爸爸、伊阿公是为英国来移民到台那个美国，表示说伊不愿意做美国人，英国人伊放弃了。国籍只有一个，你一直在受到这个教育，好像不太对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铲除我们一些心中一些毒素。好，咱来想一下，甚至我请大家放空一下，今天一定来嘛，那我就很简单问你说，你为什么要来嘛？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嘛？你敢知？不知道嘛，哈。好，那上面这些旗子 ，USA， USMG， 这美国国旗大家知道吗 ？Japan 嘛，哈，这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哈。这台湾西部高人们，台湾民政府，这是我们民政府旗，这是美国旗，这个那个军事战斗旗，这个美国旗我们是台湾民政府。我解释为什么有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是怎么来的，我现在就解释给大家听哈。占领区人民要组织一个政府，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但是其实也是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波折了。讲来给你听，就是在台湾有一群人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台湾人一直想要说走入国际社会，想要公投，想要制宪，想要独立，对吧？我们的包装杂志啊，还是我们。台独派的啊，本土派的、心中有热切的盼望，说台湾能够有一天可以独立嘛，哈。
但是就很奇怪，有个现象说，美国人啊，美国人哈、啊，往往在我们说我们要公投、我们要制宪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跳出来说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台湾不可以公投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。哦，当然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不是一个国家了哈。但是就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说，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，一底一底一底好像允许他们他的人民享受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，为什么伊那人对台湾人好像对得很苛刻？台湾要争取民主自由，要独立，要公投，要制宪，好像要著名自觉，美国人都跳出来说台湾不可以，台湾不可以哦。有时候想很气愤呐，那讲要独立嘛哈，这是很著名自觉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常听嘛。可是我们台湾人的人不能做这种事情。后来就说，我们的人权到底是漠视台湾的人权？美国人，美国人对台湾独立、台湾公投这个东西哦，美国人的反应比中国激烈。就那种阿强阿明阴谋，我在那开玩笑嘛哈。他们反应比中国还激烈，甚至说台独代表战争。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美国人讲的哦，台独就是战争。啊，我们就是说，报章杂志会自我解释的说，因为我们台独以后哈，中国人看我们台独就会打我们，然后打我们以后，美国要出兵，然后保护我们，然后就会发生战争。我们会解读这样嘛？我们都会自我设限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台独不一定啦，吼，中国人不敢怕，你啥意思不？我们是被动啊，我们则可以怎么？我都还没吃下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怎么知道它是甜的还是咸的？那你就去问那个做那个菜的人呢、啊，讲的话人是谁？是美国人呢、啊？你怎么去过度解释？其实美国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台独，我美国要打你了，美国人要跟你打，这是真的。美国人说嘛，台独代表战争嘛，我就是要打你啊，我要打台湾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台湾是他的占领区了。你们有的人有上高就知道，台湾是他的占领区。那我讲回来，那些人觉得很奇怪，有自私自利，我们人权到在哪里，他就去告美国，去给他诉讼，告美国的，告美国的政府说你漠视台湾人权，为什么一直阻挡台湾追求民主自由，我们的人权在哪里？而且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人家说不可能够啊，国家民宿一般的个人不可能去告一个国家这么大嘛，而且又是外国人。等那时候苏联人去告美国人说啊，美国你没有给我苏联人人权，美国人会理他吗？不同国家嘛，对吧？不搭嘎嘛。可是台湾去告美国说，美国人没有给我们台湾人的人权，一直在阻挡我们，阻挡很大的阻力。可是很奇怪呢，美国的司法部门也法院有接受台湾的告诉，台湾那些有识之士的告诉，他们接受了，接受以后就开始诉讼嘛哈。当初大家给弄跌破眼镜了，怎么奇怪？好像他有接受，就表示说台湾跟美国有啥？有一定的关联，明明好像隐隐约，好像我们做台湾的人哦，有时候好像是缺少思考，好像说有那边酸中痛哦，就雄心的嘛，住解工被酸中痛，然后叫他去美国，有吧？小玉有去了嘛？
那你住住嘴，那勾嘴住住嘴，他说他不要去啊。哦，社会啦、舆论啦、报纸都改，那公安一个那安哪安哪。那你有想过说他为什么要去美国？事情的本质是怎样？啊，难道我们台湾选总统，哦，中华民国选总统一定要去美国去给他看一下吗？好像事实就是要去呢，哈，事实就要去哟，哈啊，为什么？哦，等一下慢慢讲，大家慢慢了解嘛，哈。我讲回来，然后美国接受告诉后，我们就一直诉讼往来，打到最后，哦，司法部门就有判决了，就讲出了秘密，他承认，哦，他们还是军事占领台湾中，这是他的占领区。啊、大家都吓了一跳，以前美国人不愿意讲这个真相，要谋一中，要卖军火，哦、要掩护在台湾制台的中国人，我说做很多的政策，做很多的作为来掩饰的。台湾人没有国籍，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社会的政府，生活在政治立面中，哦。他承认我还是军事占领台湾，还有就是他们美国人要当局要主动的协助被告，哦，这是法院的结果，结果啊。想到这里就说，美国人就说啊你我要怎么帮助你们？我说好，既然我们被你占领，有什么权利可以伸张？啊，不能公投啊，就不用独立，不能公投嘛，哈。啊，到底我们不要给中华民国管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要自治，我们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去嘛。就好像爱台湾呢，哈，一些本土派人就喜欢说，台湾莫不爱，更不爱中国人，不爱中华民国管辖了啦，我们自己管自己。啊，我们还有什么权利？美国就笑笑说了：“好了，如果你要帮我们，你们自己要管自己的话，你请你们呐、啊、哈，把台湾人找回来。刚刚秘书长讲说，你们不一定是台湾人哦，哈，你们如果有台湾民政府身份证，你才是台湾人。你们如果没有台湾民政府身份证，你拿中华民国的。”全身上上下下包含你的钱币，你的那个五个小孩子写的是中华民国，你身份证写中华民国，你的护照也写着中华民国，你只能证明你是中华民国的人。Republic of China 跟 People 什么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的话，在外国的眼光，外国的那种海关啊啥一，他分不清什么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你看英语写一个签啊，有无？你就是中国人啊，呢？你敢知？无台湾两字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是要把中国人跟台湾分清楚，把台湾人找回来，把台湾人当台日本的台湾人把他找回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了。我们民进党就是要把台湾找回来，还要说。美国人说，如果你要自己管自己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行政官员，要接收人员。什么叫接收人员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当初中华民国 ROC 的人来台湾以后，美国要求他们要1000名的文官来接收所有台湾的所有的机关、学校，以政工所、以市议会、以县议会，他的。所有的机关行号都要接收起来，接收就是派一个人来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政权啊，所有的公务人要听他那个号令，升上他们的旗子，这样就改朝换代了，很简单呐、啊，说起来是难呐、啊，啊，讲起来是蛮简单的了。啊，现在说，如果说你因为自己管自己的话，那简单，把台湾人找回来以后，还要找4000位的接收人员，4000名接收人员，他派你去找去台中市政府，
身上我们的棋子，所有的文官那些师傅都听你的话，你是一声下令说明天开始要开会，他们就要开会。你去市政户政事务所下令说从明天开始要拜台湾人民的身份证，所有的户政事务所都要办，来听你的话。你不用大学毕业，你不用保护好，你只要是台湾民政府的人，军事政府会重新再来台湾，就是会做这些事情，这样就改朝换代了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啦。啊，但是有人说民政府占领区人民组这个政府，哦，那我就来解释说为什么要民政府，啊，有个军政府。哦，一般第二次世界就是日本跟美国休战嘛，战争嘛，哈，我们在战争期间，哦，一定打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，哈，哦，啊，就会有一个占领方，一个被占领方。被他征服了，被他怎样了？战争就是两个国家对一个国际上一个政策还是对一些意见相左，有个冲突，然后发动战争。我被攻杀，你攻唔掉，啊，那两个冲突，那我跟你发动战争以后就变怎样？我就要让你听话，还是你要接纳我意见，就变成说我去征服你，啊，但是他不是去杀对方的老百姓。他是摧毁对方的政府，他的武力，因为政府跟你对做对嘛，做对嘛，哦，那你跟他意见相左，哦，然后就是跟发生战争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发生战争以后，然后你占领了对方的土地，表示你打赢了，可是他是退败的一方，他就有会什么？他就有很多的逃兵。俘虏啦，啊，你俘虏啊，有的逃跑嘛，好，俘虏，就美国攻打伊拉克，伊拉克的巴格达被占领以后，他那个政府就被摧毁了，哇，无政府还在哦，红灯嘛都哭哭龙啊，无政府无警察嘛，被占领了嘛，所以说什么，他阿兵哥有枪，有逃兵，有枪。会肚子会饿，他要保命嘛，他可能就跑去你家，拿着枪抢你的食物，对吧？拿着枪抢你的钱，抢你的钱，抢你的财产，没有政府状态，甚至说女孩子就看到就直接就强暴妇女，发生了很多社会动荡，自然不破坏治安的动作出来，占领区的军队就需要成立一个什么？美国军事政府，这个 U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它就是会宵禁，会用各种手段维持那个地方的治安，那个这个地方治安稳定，保护占领区的人民的安全。它不是杀死占领区人民的平民百姓，尤其是那个什么妇孺。小孩子跟妇女，我如果说像我常常讲说，以前我记得伊拉克跟美国在打战的时候，美国有一次炸弹哦，轰炸了他们贫民区死的小孩，然后就伊拉克的人就叫国际热来拍照，上了国际头条，这是战争罪。这是犯了战争罪了，所以我们台湾人没有读战争法，头脑没有清楚了。好，他成立一个军事政府，因为政府被你占领，这个东西已经被你摧毁掉了，你就成立一个军事政府代替他，然后维持地方的治安。但是有个问题出来了，像是我跟他买大房子卖给我了。民事的事情，然后可能有纠纷，还是我跟他做生意有一些契约上的问题，还是我娶了这个女孩子以后，重婚，很多问题就出来，有民事的事情。像伊拉克好像可以一个男孩子可以娶四个太太，据说啦，好像听人家说伊拉克回家国家可以这样哦，
哦，他就没有仇恨罪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我讲回来，啊，所以说很多的事情，美国人不会讲伊拉克话啊，他也不知道他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，所以他没办法仲裁伊拉克平民百姓一些民事的事情，一些纠纷。所以说，美国那个军事政府就找一个什么平民政府出来。那个平民政府就是说，由当地的人民组成一个政府组织，拿做平民百姓民事的事。所以说西波高拉们是百姓一般 routine 的那种是那个作业运作的作业，让那个本地人来做。啊，所以说就维持这个治安军政府，维持这个军民事的运作，那个民政府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怎样正常运作。就算找了伊拉克的政府，他摧毁了，但是还维持这个地方的运作。甚至说哈、哦，美国军事政府还有哎怎样，他战争的时候可能食物中断啊，发生什么仓库粮食被烧毁啊，美国军事政府要运粮食过来养活伊拉克人民。像说前阵子不是伊拉克人民说，美国人还请那些外包商盖房子还给他们住，有没有？是很大的商机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啦，有注意都知道，美国也要重建，有个重建基金，对我们讲就是美元了。好，但是美国人占领了伊拉克以后，他并没有说在伊拉克就吞并了，哦，战争怎样？占领就是不能转移主权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样的话就他要离开，哎，但是他不能随便离开哦。他把军事什么都带走了以后，这国家又没政委乱掉，啊，他要怎么办？他就是扶持民事政府西波高门，好、哦、起来茁壮以后。代替这个政府，阿汤才离开。所以现在伊拉克的政府就是以前伊拉克的民政府。好，这样你就了解了。其实这个也是有点很顺 啊，但是也有点私心。为什么一定要是平民政府执政呢、啊？因为他们这个民政府是美国人选的，占领军选的，所以他会找一些什么？对美国人很亲善的亲美派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意见相左，发动战争。啊，我以后要离开，一个成立一个新的政府，当然是要跟我比较好的嘛。我不可以找一个比较差的，而是对我很不友善的，然后反对积极反对我。那我离开后，他的政府又运作以后，然后又开始组织军队，又要跟美国打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打不完嘛。所以就是说，民政府以后的组织，大概就是像我们民政府，就是大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就是亲美派的人士，美国人也有责任筛检平民政府所有的成员。今天你来是做接收人员嘛？哈，其实美军也有在筛检你们。好，当然了，这个是比较。以后的事啦，啊，但是说你就知道说哦，原来我们是占领区，美国承认我们占领，所以说我们有权利，我们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哦，美国军事政府，其实美国军事政府有，只是单位比较小啊，现在有在慢慢显现的，就像以前的那美军顾问团，有没有很多的单位，我们只是冥冥之中好像有这个东西，但是都没办法连接。我们没有思考，而且国民党、台湾管党局不会教你。哦，以前的行政长官公署有没有？啊，警备总司令有没有？就军政府一个民政府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哎，我们知道平民政府以后，我就来讲讲看了哈。我刚刚说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那是错的了哈。一般来讲的话，以法理来讲说，你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，
那我就跟你讲说，你应该享有中国人的福利哦，哈，你知道吗？享有中国人的法律嘛，权利义务都要服从嘛，哈。像说我就民政府时哈，招人来民政府上课啊，找回那些台湾人，哦，找他来上课，啊，有的就会讲说，哦，我们有一些福利嘛，哦，台湾人以后可能18岁就有一栋房子嘛。哦啊，然后读书不用钱嘛，有没有？哎，有的人不知道，好像都没有反应。你们知道民政府的政策就是助学贷款，小孩子助学就不用再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啊，会还。哎，有人就听讲，那可怜。哎，一间厝卖公套天啦哈，一间那个公寓，现在至少要300-400万以上哎。啊，是讲那个民政府人什么诈骗集团哦，那可能摕300-400万的出下力，不太有可能嘛哈。其实你们就是被他们教傻了，怎么会不可能？有可能啊，我讲给大家听嘛哈。有一种人嘛哈，在台湾呢哈，他住的房子是他国家发一个房子给他住呢。不管大小，他都有房子住。那一种人哦，他的水电瓦斯都半价，你知道吗？那一种人哈，小孩子读书都不用钱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一种人每个月还有配给油米盐，你知道我在讲谁吗？哎，有人不知道呀？黑了，黑了。我跟你讲了哈，人家是中国人呐，啊，我们不是中国人吗？你们不是中国人，因为你想的福利跟人不一样。咱无谈无汤家对吧？对吧？咱无谈无汤家哈。哎，乡亲呐，恁无谈够汤家，是不是安尼？哎，我讲给恁听，你可能有较侪会就知嘛。啊，所以来是民国38过来，他们都是军人呢。啊，他把所有的工人赶走到他们自己人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都是军工教的人呢。甚至那个军人哦，被退伍啊，哇，这回啊到朝北叮当啊，他有点读书，他还是军职转教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时候工人都是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完全都中国人哦，你不用怀疑哦。就算你是台湾人，那你真是奇葩。为什么？他们是36省的之一来分。Yes， 伊阿公的高考及格要36个人哦。阿弥陀佛了，你台湾人哦，你18人去考，你嘛一个尔。是安怎？伊家你一个呀？啊，你啊什么安徽省啊、河北省啊，尤其蒙古的哦，蒙古大夫蒙古啊，是新疆来台湾逃来的，太远了嘛，逃的人很少啊。搞不好只有5个人哦，他一报名就大概会考中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年考不中，明年再考，反正不会丢啊，是安怎？他们就是36分之一，每次都36分之一，甚至来招考，用省级、用省份来考考，所以再怎么考都是中文的。你挺有意思吧？他们还有开放后门，你知道吗？像说考试，那不是考试院哦，然后高普考。欸，我的讲的那是恁台湾人啊，哈，因中国人无啦。他们还有军职搞公职，有没有？他们还有什么样？他们还可以先去做雇员，做一段期间以后，也得开放他们内部的考试，一定得变正职的呢。你们知道吗？还有人知道吗？还得卡这回啊，哈。所以变成军公教都是他们的人。啊，我问你啦，国小老师啦，是做阿兵哥一下人，应该6岁。他们没有纳税哦，最近几年有在改变的啦，他们要怎样就地合法，就像以前的身份证较旧的是啥，搁写台湾省台中市、台湾省台北市、江苏省哦，什么市有没有？哎，习惯改的分较足清楚的呢，伊就是要分你啥物人跟啥物人嘛。啊，台湾人你有钱哦，你不是中国人，你享受的福利不一样。像妈妈讲的，是咱其一啦。咱着税金无啦，税金，因为工课国家害伊的，伊无厝无通住，
建出发给他。啊，台湾人啊，这可怜啊，是这这幸福啊呢？讲咱台湾人后盖咱执政就一间厝，大家拢不爱相信。啊，人间眷村嘛发展，已经有眷村改建，改建又改建，然后现在这平坦都又盖，在平坦又有盖新的眷村，你知道吗？以后他们要过去哦，他们已经盖了两次之上，一直搬呢。台湾人，您请假行不忘呢？好像都给你好一点福利，都不太相信，不敢自信，你对吧？啊，其实是恁台湾戆啊！哎呦，啊，因的中华民国啊，啊，因中国人是中国人啊，伊当然嘛爱找家己国家的人民来做伊公务人员，是不是安尼？伊军人嘛是家己的人，伊要控制嘛。所以你思考一下，以法律来讲，不同国家怎么可以当我的公务人员？啊，只是他为了管理方便。啊，没跟你融在一起，但是他内心的深处，一头弄暗暗在跟你分。啊，你从来没想过，我嘛被我想用眷村堂布，我哪无？你有想过哇？你们没有想过啊？就好像我常跟人讲哦，较实的吼，有时候人吼就没有思考，人为什么跟动物不一样？因为人会思考，就是思考啊，就是思考而已啊。啊，你来讲，不管就歹生活的，就歹趁食，无趁无通食。你着那像野兽似的，那像为着三顿啊，为着顾三顿的饱呢，做干呢？你做到足忝的，加加班，你若想讲我要争取人权，你就不会了嘛。说中华民国也是有时候也是很坏哇哈，啊，拢做一挂不太正确的事情呢、啊。就像说前阵子那个。内政部有什么中华民国内政部啦哈，我们去台湾的啦哈，他们说我们生育率太低是负值，哦，家己拢歪死囝啊，哦，鼓励生育啊就，哦就征求什么广告词啦，说什么小孩子是什么爸爸妈妈的永远的宝贝啦，安诺安诺，有没有？你觉得有效吗？有效吗？你无效的物件嘛，讲一个上简单的。大学毕业，你给他2.2K， 啊！你讲你叫你囡仔讲要读册，要读册毕业要分那个钱，你讲叫讲要娶某，要生囝，甲要买厝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还要生小孩出来，小孩甲免饲，爱开钱呢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他们为什么做的事情很幼稚？他就是其实不是幼稚啊，他们不管你啊，他们无心经营。你不知道，啊，无你讲军公教因的人其实福利很好哦，你们只是被隔离哦，那就会是大象哦。我就白讲大象的举例，有一只大象小时候哦，就绑了一根绳子，啊，一条啊，一只，那个绳子大概10米，啊，它从小到大就绑着，在那10米这样范围圆周在抖。他长大以后习惯以后，你把那个绳子拆走，那个大象啊，嘛是在这个10米这边走而已了，他不会走出去了。你们就像大象一样，你想法都完全就是这样而已啊。中华民国，台湾敢讲就这样在跟你搞那样，你属性就是安尼，你属性安尼一致的话哦。你因为思想就会决定你的行为，你的举动就是一样。啊，你行为举动一样，他就可以预知嘛，也就很好管理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后啊，他就是这样在管你，把你当作动物了，要把你搞了，还你做艰苦的。啊，你讲腰都腰未死，食未饱，安尼讲，恁就听我啦。啊，你就是在那个边缘，然后这样生活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他们就控制你的思想，他用教育，你的报章杂志就是这样写你们的，写给你们，你这样受他的洗脑。电视嘛，你教，你知道吗？老师嘛，写你教，教科书嘛，写你写。甚至那个什么，电视哦，哦，亲家卖给搞安怎？你看那个节目对你有帮助吗？
你知道亲家妹可以搞那个电视吗？民视也有。我跨过来是演啥？我怎么还没有？他演那么久，我说奇怪，这台湾人怎么看这种节目是在做什么啊？哎，这边 NCC 他怎么都不会说，做者咧较激励人心的是讲，咱家较巧的是安怎？无呢，拢做阿萨布鲁的，啊，无的什么一个游览会？我想说，嘿，这个社会大概是有点生病了，生病了。好，讲回来，如果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就需要有中国人机会，有中国人的所有的福利。可是没有，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，你啥意思啊？那我会做兵呢？有没有？当兵是我们的义务，可是我们都得不到相同的这样福利呢？你想啊，除了当兵哦，还买什么？受国民义务教育嘛，哈。那我就讲这个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做兵你干嘛去带军衙？爱不爱嘛，哈？傲甲一米啊，有无？三餐在那边吃嘛。啊，你干嘛落钱？没有嘛，哈啊！男孩子都知道去到底下弄不出钱嘛，甚至每个月还给你点钱，让你回家嘛，哈，探亲啊，啥哈？哇！啊，那问题来，我问你了哈，你想想，受国民义务教育是不是我们的义务？当兵也是义务的哇？啊，义务的国民教育，为什么我们要怎样？要花钱，你去做兵有花钱吗？没有哈。你想一下，查甫囡仔想一下，查囡仔想一下，恁翁无机会哦哈。恁翁也是讲我以前那讲讲，去做兵以后哈，弄安尼做甲要婚，你把这个我的义务尽了以后，我囡仔去读钱那还靠钱啊？义务的呢哈，义务的，中华民国宪法他们是义务啊。为什么要交钱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啦，其实男女现在是男女吧，女男平等了啊、哦。哎，对，对啦，啊，但是就你，这是讲你讲男女平等，我很多事情我就可以讲给你听了。欧美的话，就男孩子去工作嘛，他们就是一个人。那晚点跟你讲了。好，我们讲，他就应该变钱了。你们没有享有这个啊，这个福利。先讲我今天讲我今天我失业。啊，我的小孩讲爸爸，明天我要开学，我注册费多少？我就拍鬼啊！啊，国家叫我囡仔去读册，我可以叫我小孩去做童工嘛，哈。像我爸爸以前讲，我无好好读册，就叫我去看牛哇，对哇？用去看牛嘛，去切猪菜、饲猪嘛，哇！因老一辈拢知嘛。用做家事啊，可是叫我去读书呢，应该在负责我所有的学费应用啊，对吧？啊，结果就说我失业了什么，还是生活拍鬼啊，还是讲。共什么家庭有什么突然的那个经济不好，结果政府叫我小孩子读书，还要给我交学费，增加我的负担，好像不太对哈。请变哪呢？尤其说我大概看到这边无营养午餐，这边是吧？偏远地区营养午餐劝募，就好像我得刚刚我刚去劝募，然后给他们营养午餐，他们付不起，怎样怎样。就有点这样，好像在可怜他们，在施舍，啊，就一律都不用钱嘛，不是这样就好了？谁愿意当贫苦人家的孩子？你一开始就用歧视眼光看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用歧视眼光看他、啊，我们一律平等啊！谁家是拼亲品，请举手一下。如果他是。亲寒的人家，他敢举手吗？他举手，大家看他，他也心灵受创啊，心变了呢。所以执政者都会这个心态都
对耶，对吧？不对耶。就好像说我人民有言论的自由，我出版的自由，集会游行的自由，有没有？中华民国有实现吗？有确切的遵守吗？有个集会游行法嘛，哈，众所皆知的那个是恶法，有没有？他们说恶法是义法嘛，可是中华民国又教我们呢、啊，说的法律条文跟宪法抵触，一律怎样？哎，无效啊！啊，怎么他知道这个无效？哎、欸，奇怪呢，这个大法官都没出来讲呢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大法官好像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该动就动，不该动不会动，还是不该动他动，要动的时候他都不动，有没有？很奇怪啊、哦，中华民国的哈、哦、大法官们，你应该出来讲话、啊，捍卫这个法律啊，那是天职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在真正在管你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台湾人讲，迄什么法度百外条啊，要达你什么物件一条啊，还是个要用家己桥啊，一个俚语啊，哦，就是这样来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想那样的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享用的一些福利不一样，好、哦，那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有一些来办台湾身份证哈。我这个一个阿伯啊，最好笑的啦！伊讲伊姓陈啊，安怎啦？哦，伊是大陆来的啦，第几代啊？喏，讲一堆啦哈。他姓陈嘛。啊，身份证办一办哦，去日治时代把那个身份证办一办哦。一惊就知哦，我讲伊啊，他的主群娘写身番，嘛熟番，写个熟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因为有的人比较穿啦，加穿伊阿公阿嬷些规定啊，对啊，有穿规家族啊，一张翻哦，主权写个熟，哎，都还不知道熟是什么意思呢？熟是熟翻，一是山地汉化的平埔族人，他吓了一跳，我改解释一下，吓了一跳，啊，我是陈番，唔，我是北宝番哦。哎，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吓一跳呢。日据时代哈，日本人来管台湾，他做那个户籍成本做得很详细。他那什么族群的人，你甚至连女孩子有没有绑脚、缠足啊、打卡、一毛下、你有吸鸦片，他都有写，写得很清楚。你后盖你来签身份证哦，你签个这，你用看。你看到恁阿公什么人？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多少代？哪个祖？哪个丁？一清二楚。讲哦，我中国人啊嘛，阮第几代？结果写熟番，写一个熟番，生番就是高沙族啦，会出招一种生。啊，你啊写福，写广哇，就是忘记主语的汉化很高，忘记主语的平埔番，熟番。你要讲客家，你用个客家话，你有些广啊，但是都是什么？都是熟番。因为有的人吼，有一个人吼，我问讲，我平时福就是福建人啊，写广就是广东人。后来去查一下 ，Google 一下查日据时代，有的有写，有的没写。以当下，迄个时台湾是日本管的，日本管伊户籍给你写，你是中国人，伊就给你写啥？写支，还是写汉？伊袂咧写福建呐、啊，还是写广东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啊，外国人干嘛说你是外国人住伫带？你知意思无？所以说他写福跟建的话，就是说你是熟番，但是忘记主语啊，你只会讲福建话，还是讲客家话，他就用给你分，是这样再给你分而已。啊，说大部分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熟番呐、啊，啊，我的福建、广东这样。的平埔族会讲这两种语言的人，啊，我办一些身份办有二三十、四五十件以上啊，大部分拢是平埔番呐，你拢是北埔番呐，我袂骗你啊，有写支那的很少了，根本我没有判过，
有写知的或者写汉的没有，反正有时候会有一个内，就是内地人啊，我看有的电视讲我从内地回来了，我那个我隐形还是什么人，我就很不屑、哦、他从内地回来了，意思是什么？他从中国回来了，他认同中国是他的那个，所以说他内地回来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啊，如果是以日据时代来讲，这个时光点、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，日据时代写内地内，表示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是从日本本州、四国、九州、九海、北海道人过来的，尤其是九州，九州人很多来移民，知道吗？开垦，说那个时间内是日本人，日本人。啊，所以说你可以看，你也看出来说，你们不是中国人啊，真正的台湾人，你不是中国人。啊，像跟美国说，敢不敢一直跟人强调说，我们是怎么讲？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只是一个地名，一直强调啊，台湾拢听我真的解释也给听啦哈。因为我当时我今日有人来阮俊邦甲开讲，干嘛讲钱？我今日才足烦的。伊讲吼，我着台湾人啊，咱台湾安怎安怎？我讲你是日本的台湾人，我伊讲日本就足生气的，讲伊我咱人是日本人安怎？日本安怎足怕的安怎？他有排斥啊。这边人说什么叫做汉化？那个家伙来了就给我们汉化啊，日本来就给我们皇民化。其实我们是平埔人啊，他不认同日本。他说：“我讲讲日本时代的心，讲日本时代那种汉化有啥？咱阿公阿嬷是日本人，他不相信。当我拿一个范本，我请了身份证那个给他看，昭和15年，昭和是什么年代？日本年代，日本年代，爱什么人？”日本人啊，爱点点啊，啊，因为他一时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伊就讲袂出来，知啊？啊，像中华民国叫澳大啊，伊就甲你讲，民国前哦，3年4年生，什么叫民国前？民国前是什么年代？一百下，民国前10年生，像阮阿嬷哦，伊也甲爹爸话回，我记伊是民国前，那时候多，伊现在民国前5年生。民国前5年生到底是什么年代啊？你有想过吗？180知嘛，隐瞒事实。啊，你有切开吗？因为整那种旷课现象好像似是而非啊，模糊，但是又不敢问，人家不会跟你讲什么叫民国前。你有想啊？你有切哦？你真正不是中国人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以为你才是中国人？我讲一个现象。啊，如果我们是中国人，应该就是大家很友好嘛，同种族嘛，对吧？哈，在1947年的2月28号那天，中国人茶气四烟啊，茶气的很激烈啦，开枪打死，不小心左耳打死给我啊，发生228嘛，哈，哦，临江那哈美婚嘛，一点茶气啊，一四烟嘛。啊，就用枪头打那个阿伯，那个妇女嘛，啊，老灰啊，啊，给台湾人在旁边看不过去，就出面制止那个阿兵哥嘛，哈，啊，结果他们拿枪对着他们赶过来嘛，啊，制止，结果不小心走火，这个断死一个台湾人，那阿双阿派啊又打人嘛，然后就发生暴动，啊，他们是拿机关枪在扫射台湾人民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可能年轻一点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爸爸妈妈讲，我要喜欢黑个人，哒，哦，我鬼拢斗了呢。在台中市那个什么路，三民路跟那个民权路、民族路那个交口那个第一分局，哇，一整都是架机枪在上面的。哦，他这都有历史，有那个照片，你会吓到说，我们都不是中国人吗？就算是抗议，就是做大家有这个误会，想喏。就要拿枪扫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！你不是中国人吗？
啊，你这样为什么这样在对待我们？我说我、哦、我们同意了，我们被他关我就怀疑，各个来，因那耍来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可能二二八抢我们的工作权有没有？啊，哪个不像我追尊呢？哦，这当然这是在有点批评一下啦，但是有的他们来的时候都有的很多都没不会读书啊，像那时候日据时代哦，你可以问长辈，你阿公还是你爸爸他们。日时代大部分80%以上都有读过书哦，有水有电哦，中国的地方不一定有这样的设备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建设的非常好，因为你有电嘛，你得要有啥，要有电厂，你要架设电线杆。你有日治时代，你够我够印象，以前日治时代电线是哦，你看南北方向都哦做得最好的呢。他们水力发电厂都做好的嘞，你中关都弄架设完成，替龙老屋啊呢，他们制台只有50年呢，中华民国已经70年了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是贪污嘛？好，那讲回来了哈，发觉到说他为什么这样屠杀台湾的人民，就好像说我都跟人开玩笑，看以前我看出出的电影哦，小时候看的电影啊，那个火星人来到地球啊。然后拿着时光枪一直在射地球人，然后边射边用广播播放什么，知道吗？地球人，我们是同胞；地球人，我们是朋友；地球人，你不要跑啊，你不要跑回来，我们是朋友啊！啊，就请你来端。那个情节好像我们是中国人啊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来光顾啊！啊，你不要跑，不要，我枪要打你呢，是不是变了呢？啊，你听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哦，地球我们都是朋友，然后不知道真相的头伸出来，然后被打了。他真的有把你当同胞吗？这个现象力也吓客哦，哎，很像呢，很像哦。今天我不是在给你洗脑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事实是这样哦，事实是安尼，你知哦。所以你莫讲莫，你来切，你不是中国人，你享的福利也不是这样。啊！但是你都尽了很多的义务，你有纳税哇？有呢。嘿，尤其民国三四十年代，我要死哦，伊拢无纳税，咱咧饲伊呢，我妈妈足气的，诶，是咱饲伊呢，因敢炸土地来，因敢纳税，通通没有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尤其迄时台湾600万人，因来200万人，诶，600万人饲200万人，诶，包含小孩呢。哎，成年人哇，就家己作善的。哎，我讲来，家己的心态，哎，残有残做，罪有罪做，知吗？哎，很惨的，哎，较济有这种做事的知啊。像以前那个屠宰哦，迄几个地方拢印红印，你知吗？我咧吃宰嘛，那个税呢，全部都税，一直在扣你们台湾人的税金呢，在养他们，你很苦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我阿妈，我给我阿妈洗眼睛讲。哎呦，你要读册啦，啊，欠钱啦，啊，留一寡事实，啊，嘛较好过有无？哎，是安怎？因为以前足歹过，啊，饲足济，迄个，好像养我们是养猪，你知道？养那些，啊，我安尼讲，我是有点在那个啦哈，但是你们听听就好了哈。我想请柜台，因为有录音，因为你们这个哈，你们这个，我们这是有凭有据在讲这些事情。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那个 YouTube 给看重播，包含秘书长的，还是那种说你想要回味哈，你可以看重播，都看到。我们真的很公开，我们这里的地方都会有录影，然后可以上网公开看。嘿，我们是，对啦，那是美元啊什么的啦。哎呀，人讲人有，人有领米，你敢没领米？你无嘛？啊，你是不是什么残渣、碎连水嘛有水渣呢？哎，有一种铁皮知嘛？铁皮有一白知嘛？早期的呢，你看过就知啊。哦，那是我爱讲历史故事啊，恁听。那是安尼来的，恁笑我就我嘛爱笑。哎，40000块恁听过无？有嘛哈？40000块什么意思？就是40000块的台币换只有换1块的新台币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对吧？
迄阵就是啥，改朝换代嘛，因来嘛，成立一个政府嘛。哦，那就讲明朝，明朝哈、哦、亡了，然后清朝来当政了，应该改朝换代嘛，应该没用。明朝、清朝会用明朝的帝制、币制吗？不会嘛，他会用明朝的国旗吗？不会嘛，都会换掉嘛，对吧？哈，啊，换掉比啊怎么换？因为变成说是当代当朝的人他决定嘛，他用手行政手段剥夺你的那你的什么？你的财产啊？你啥意思啊？哎，四班。我跟你讲，一般的台湾人就好个啊，因为已经一年有三座嘛，下头啊，彰化以北好像只有两稻米哦，两收嘛，对吧？哈，我们是鱼米之乡，阿妈追过足济啊，弄个小日本啊，做生意拢会趁钱啊。台湾人迄普通时拢比啊，山阴过来时变济钱足济。啊，因就是运用很多把很多的资源啊，米啊，盐啊，都送到中国去，上海，哇，资源这边他们剿匪嘛，啊，我也去讨匪嘛，啊，台湾点都不必行价，在战争的时候，妈妈讲战争的时候你不能在战争的时候，他用配给的，大家都有饭吃，可是他们来了以后，突然有200万、600万来了，200万变800万，啊，够一寡摕去讨匪，嚯、哦，迄、那个拢无通食呢嘛。噶食韩枝签知嘛？啊，讲韩枝签你就知，我无食过啦，因为我50岁我无食过，啊，我较济岁，甲阮姐姐因就食过，因60岁，因就是读迄、那个，因那就是爱考初中哇，伊都啊免中个2届，所以是60，阮姐姐60岁，因食韩枝签的，好佳哉是有读有国中伊第二届。伊也无读国中，伊国小毕业就要去包槟榔，知嘛？恁看那槟榔刀嘛，迄半圆形啊，切个寒天手鼻子，知嘛？我记得我姐姐跟我讲，哦，以前寒天足寒，啊，甲切这个槟榔刀，切个流血，啊，甲足疼的。我以前哦，因个又是女孩子，像有那种不平等，又不爱读册，所以我姐姐都没读什么书。有时候也是对他们，心中对他们替他们不满呐、啊，啊，可是就是黑心党给给弄做散了，很穷，台湾真的很可怜。像日本穷一穷，然后7年过后，美国离开了，可是他叫中华民国代为占领以后，我们真的很难过的日子过很久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直在过好不好的日子。我跟你聊天。像说哈，我弟弟在澳洲的时候，我去找他，我在网络上讲过一次，我现在讲第二次。然后我弟弟就去开一台Camry吧，去啊，买一台中国Camry，托他的，给他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也蛮新的，给他载，再去雪梨港，去看那个雪梨港那个。哦，那歌剧院哦，很漂亮啊，阳光刚好照过来，那个时间刚好太阳刚出来照过来啊，那个金碧辉煌哦。那天是礼拜六，我看了那眼很感动，要跨个选很感动，像有点像要流，可不可以考出来？哇、哦，不是雪莉很漂亮哦，是以那个港口哦，礼拜六海面上全面都是。哎，帆船哦，你想没有去过，都是小帆船，全部哦，满满的，不是车踏车，一起准的踏车啦，满满的。他们要去钓鱼，他们要去游，一开不是开车出去佚佗，一起开船出去佚佗。我看我去浙江看澳洲人平淡，看那些就无关系，知道吗？那个暖，冷心啊，做工过呢。平淡，哎，因贵是人的生活呢。哦，这边什么生命的意义，甚至宇宙具体之生命，我要喜欢，那就快快走啊！你听，你记个，以前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在宇宙具体之生命，我这拢用袂记哩啊啦。大概写时候，想着就烦呢。他一直叫你做，一直做，然后养他们呐、啊。
你的意义就是养他们，你们就是养殖户在啊。哎，你是养他们对啊？哎呀，我讲这个拜天啊，中华民国因的退伍军人的农民哇，一种农啊种农啊哦，人家中华民国也是有照顾他。怎么讲？他们退休至少都有15000-16000，哎，16000多块呢，最低阶的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咱台湾人讲吼，为着咧，以前讲什么变什么，说要加薪，那个老人年纪要给，要加一个老人年纪呢，哦，家己咧哦用哦，玩几下呢，讲加个那个点钱，那平均出上还是多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荷包蛋，那什么茶叶蛋的钱呢？我的他妈计较工计较西，国民党讲袂使。台湾人，你敢为着迄几块啊？人一开上路嘛，10000多块，你为了3000块，他妈冤家，他妈袂讲袂平。那是人家的立法院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醒起来！中华民国，民进党，请记得他们是中华民国民进党。当然不是讲中华民国民进党坏话了，但是他确实是中华民国体系下的党派。如果说他真的有替台湾人民着想，他应该就是在立委就要通过啊。请问他说，读书不用钱啊，营养王不用钱啊，啊，营养钱哦，每年预算几万几万几亿几亿，拜托哎，那花博开几百亿去啊，是不是啊？呢，那种欺骗台湾人民嘛。你有法理观念说，如果说我以后当政了以后，我要把这个法院排在最前面，让我的子孙、我的小孩以后就不用烦恼，都没有营养午餐吃嘛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法案排在前面，当然会排挤别的法案，因为预算一样啊，就会排挤别的法案，那没有关系啊。我们是，如果是我们以后我们执政，我们是要怎样？要人权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保护我们的人民呢、啊？中华民国有没有保护他的人民？有啦，保护得很好。我储本储很多，干不崩价，有米都有给他配给，对吧？我们台湾人这样啊，要让人民怎样？免于饥饿，要让人民怎么样？免于恐惧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讲免于恐惧，我讲些实例啊，你听，你也听了，你嘛足气的。我记得讲，伊去澳洲吼，就迄新是陈水扁时代啦。嚯、哦，家己每干咧，陈水扁哦，报章杂志一直讲陈水扁执政很不好啦，安怎啊？结果那时候报章有一台好像是哪个电视台，竟然报道说那个一个两公跳楼，直接就同步直接跳楼啊咧啦。啊，刚好他的同学在旁边看到了。在看到说，哎、欸，你看网络是看这个，吓一跳，因为他就问说，啊，他为什么要跳楼？外国人就澳洲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说他为什么要跳楼？啊，恁台湾留在解税嘛，伊可能是失业嘛，吼，哦啊，拄啊好啊，到啊是讲爱买厝立袂起，啊囡仔安怎讲很多理由嘛，那可能怎样，就澳洲人只讲一句话，哎、欸，你们台湾真的都没有福利哦。台湾人，你们有福利吗？啊，他可能失业，难道他没有失业救济金吗？啊，他可能没有房子，可能要搬出去，可能怎样？哎、欸，他不可以申请国民住宅吗？啊，他可能小孩子要补习，没有钱补习，讲生活困苦啊，怎样？他还说奇怪，恁台湾人到什么所在啊？读书拢爱钱哦、啊。哎、欸，但人家反应是这样，他你的反应是这样呢？原来你们都是这种国度的人民啊！啊，你们纳税无？有呢，你纳税呢？在澳洲哈、哦，他们纳税是40%-45%，你知道吗？一赚100块，一可能摕60块，还是摕55块回来呢？但是他们非常高兴缴税，他们不会逃税，为什么？他们福利好啊，没错。最终就是他们相信政府，他们老说知道政府会养他们，
你要你以后我们执政就是让人民相信，我们信守诺言。啊，不要说我最近淡淡的，老的时阵哇，无通做，我说无通吃，啊，政府贪污花光了，人民不相信中国国民党、台湾管理当局的政权，为什么？哎，三千块老人是你要吃啥啦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若破病的话，你去看医生，你有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意思吗？哎，三千块嘛，现在是三千块嘛，三十天一个月三十天，你出了一百块，啊，你自助餐今天一顿爱开偌济？我是最不爱批评这个啦。按过台湾人拢做，哎，我来讲这样，家己都爱省钱啊。不过讲台湾人哦，歹教好骗啊，对吧？我啊告三句啦，爱钱惊死，爱做官嘛，对吧？歹教好骗，用骗的较紧啊哦，甲恁教教几步。那是后藤新平无，日本人诶，人给台湾人下定义啊。啊，但是他是下的。恰的其实也是人性的弱点啊，啊，但是因为哦，我们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汉化跟韩民化，然后又他们又回来，台湾人已经拢无思考能力了，对吧？就讲嗯，那就前例又都一样啊，为什么都会有这些误差啊？啊，讲你是中国人，啊你得到福利又不是中国人的福利，啊你去这边纳税纳个纳个。那个有够招魂，你知吗？我们讲水租、餐租，我拢爱租。现在是较少啦，因为现在伊慢慢啊修正，他们要就地合法。所以说那时候蒋经国也就讲，哎，我也是台湾人。哎，前面他你不要认为他是台湾人哈，他是中国人。以国籍法来看呐哈，他放弃国籍来宣誓嘛，我被做比国人简单呐、啊。我喜欢当美国人，简单，我就去美国住嘛。居留权、工作权有了以后，几年以后，哦，是良民，没有犯罪记录，缴税正常，哦，守法，然后他们核准我当美国人，我就去宣誓效忠，啊，就是美国人了嘛，对吧？就是这样而已啊，合法。你愿意，你有这个意愿，有这个意愿，有这个志愿啊，然后又合法状况，你就可以变更国籍。赶快呢！你老公，我是台湾人呢、啊。他们不是台湾人呢、啊，永远都不是台湾人。如果他当场要用法理条件下成立，对吧？像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的民进党，因为执政要一个行政官员来当他们的执政者的话。对方就该批评啊，那有绿卡，就请他放弃绿卡，有没有？啊，他是怎么放弃绿卡？怎么放弃？在台湾公放弃吗？去蛮久那样，公告说，我顾不用的是怕失效，哎呀，也是骗人的哈，那卖给黑了哈。阿妈人家讲的啊，那怎么放弃？他们是坐飞机离开台湾这个地方，大部分会近一点会去香港。去香港，然后宣誓，然后填单哦，放弃绿卡，放弃美国籍。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因为他怕说这个人在台湾群众舆论攻击他，让强迫他放弃这个国籍，这样就不是合法，在他自由意志之下完成的事情。你懂意思吧？所以说。变更国籍是很神圣的，你先来得这个国籍哦，就像大到一个国家变更乱变更的国籍不行哦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谁，像那个希特勒啊，哦，我喜欢提他，希特勒是德国人呢，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害死的种族灭绝呢，但是德国人可以。剥夺他的国籍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不是德国人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呢。他就是德国人。如果他要当美国人，希特就要去宣誓效忠。美国人何可他？按照变美国人，就算国大到一个国家随便剥夺一个台湾人、来一个人民的国籍是不行的。只有那个人在合法
自由意志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概大家拢爱清楚，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第二次告诉也在运作？哦，在运作，一个强迫变更国籍嘛，哈，他秘书长讲那个东西是强迫我们，说伊可以伊安那讲来疏懒呐，这是时间蛮较紧安尼啦，几天的时间呐，哦啊，当然我觉得说很鱼有龙烟呐，我冇身份证，办身份证很重要啦。好啦，讲来恁听哦，因为他们讲四万外一块，哦，国家变更了嘛，哈、哦。改朝换代，改朝换代嘛，改朝换代做些代志嘛。像我讲到国旗啦、国歌啦，爱换，甲钱爱换嘛吼。啊，钱爱换先变成讲，咱是当改朝换代的新的一代朝代的人，因四万换做先决定的对吧？啊，咱嘛用决定咱几块换几块呢吼，对吧？改朝换代嘛，咱嘛用四十万换一块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还是说我们也是四万一块也没关系、啊啊、当然我们是民政府啦，以后怎么样、哦、有时候军事政府也要听他的话嘛，我们是民事政、军事政府下的民政府嘛，要、啊、听美军的人的话嘛、哦啊、但是你有想过吗？四万一块就把那些人的财务清洗一空，好啦，你有四百万存款啦、啊、别说卖公你四十万块，你四万块一块，你嘛存一百块，你知意思无？存一百块尔呢？你一百块是啷种啊？迄就是啥？迄就是搞改朝换代，要把你的所有财产把要攫取出来。啊！但是美国人有讲一句话啦，因为以前中华民国台湾管理当局的人把台湾人的财产有清洗一遍，那他就允许我们转型正义，转型正义啦吼，那嘛敢挖回来？啊，不过咱今仔以前的钱较大，咱今仔以钱较细嘛吼。以前我时常讲，我以前的抽糖啊，也是咧抽抽乐，迄个两角，你知嘛？我以前一个，我个印象咧抽抽乐哇，笃笃笃，也是咧流鱼抽抽抽的哇吼，哎，拢算角的呢。你今仔去抽抽乐，你看拢算十块的哇。诶，钱也大一点哇，所以那买不计四万一块啦、啊。但是美军有跟我们讲了哈，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，当初就被人家放过，给你转型正义，哈、哦，他会给你很好的汇率，看完。哦，当然我不知道汇率是多少啦，是一块换一块啦，还是五块换一块啦，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台湾人。你能拿出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会给你转型正义，会有很好的汇率。好、哦，啊，你来换身份证，算啥？换身份证够财产，换身份证一千块，你知道吗？哈，爱钱哦，哈，换身份证要钱，啊，但是只有一千块，买个保险不止一千块，你知道吗？就那像讲，咱初一十五、七月十五去普渡拜咱的祖先，啊，唔知祖先有保庇无保庇，咱不知道嘛，哈。但是去普渡嘛，千外块、两千块以上，对吧？啊，你千块外开，这，哎、欸，一千块比值那个保障很高，你知道吗？请你换身份证，然后你甚至也看看你的来源，我阿公叫啥名啊？伊是啥物人？伊多少代？伊种族？你也签较济哦，种族人你看济，你惊得。你知道你会吓一跳，甚至台湾也有日本人变你不能不瞪眼的叫变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也被强迫啊，有的哈、哦、隐姓埋名也有，隐姓埋名也有哦，记得哈、哦、感觉爱清洗文件哦，而且现在有新的那个福利了哦，那个新的我不想在这边讲这个了，讲这个没有用，我们就应该找回自己真正的国籍为要，好、哦，嗯、欸，好，啊，讲到这样，那就想讲吼，刚刚秘书长说旧金山合约了哈、哦，我讲这个我很多的看法，好、哦，旧金山合约，刚刚秘书长讲的旧金山合约，它第二条的 B， 哦，是放弃日本是放弃管辖权，不是放弃主权，因为日本政府没有主权，是日本的天皇有主权。
可是旧金山人写第一条到二十七条从来没有处罚天王的条例，所以天王没有放弃他的所有的东西，他本来有啥他就保有什么，您知道意思吗？所以说台湾是什么人的天王的哦，有人说怎样怎样怎样，就像我说会知道我遇到那个人跟他说到什么像爱笑，但是我也是跟他说过 他好像慢慢接受啦，还好啦，会醒啦，但是，台湾的爱台湾的我们台一批那个人，好像都不会醒，他就说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了，所以台湾人，有台湾的主权，就无地主，就变人的，其实他都很多事情都不用想，清楚，把观念把它念起来，因为，这个主权这个东西，我们都没读过，像说当初，日本接管台湾，清帝国放弃以后，他来台湾，奇怪，那有一部分人像那岛嘛，那好像那个中部跟东海岸都没嘛，那变成是什么？是高山族的领地。高山族说，奇怪，这个日本人来就说他是主人的，好像说我没出。我家己厝卖掉，连隔壁嘛个卖掉。啊，我买要去点数先，要去因家讲，甲挂出来讲，这毋是，你知意思无？那高山族说奇怪，那你的西海岸，你割让就割让啊，这是中部跟东海岸是我的啊，是我的固有领地啊。为什么他跑来就说是他的？啊，日本人发觉到有这个问题发生，原来。他没有建立统一的主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建立统一主权，啊，代志就发生啊，啊，变他改管，啊，他就是日本人也聪明了，他就开一个会议了，探讨这个台湾的这高沙族的问题，啊，刚好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参事领事在澳门，在中方就请教他，因为美国人，他本来一开始是三州嘛。他一直向西扩充，并问四五十个州啊，因为其中就遇到谁？遇到原住民印第安人，他有这个经验，你知道吗？印第安人是他原住民哦，啊，已被扩充，他固有领地啊，很像台湾日本人遇到高沙族，他们就讲出他们国际法，你看法怎么做？他说，他们是部落。各自各有的领地，然后不听从一个人指挥，不是国家形态，那很简单，就是用征服，就怕的对吧？怕多于爱伊，认同你安尼就好啊。你听懂意思吗？就像那请问我是用讲个塞德克巴莱有无哈？一开始是不是日本人从基隆上岸，军队上岸就一直打，跟塞德克巴莱遐战争嘛，战到足激烈啊，战十年嘛，战前你去塞德克来做个中段后段以后，是不是讲，遐反派开始怕输伊个，遐高沙族卖光反了，歹听，高沙族人就是开始就有没有？你看那个电影嘛，身上日本国旗有没有？讲日本话，受日本教育。听日本警察的管辖，全台湾，打等激烈，有的族还剩几个人而已呢。日本那个记录啊，他有这样写，简直要灭族了，不服从就要灭族，你知道吗？很激烈的。像说他们把国旗升上去，唱日本国歌，受日本教育，服从日本警察的管束，全台湾。每一个人都听一个人的号令，听一个人的指挥，那代表什么？那个人建立那个地方的主权，唯一的主权，各个拢听也就对了。一是王，伊就建立主权了。清帝国没有建立主权，所以变成那时候就是什么？台湾就是有地主，有地主哦，各个要清楚有地主哦。
民主自决是无地主可以，我还要殖民地，我可以，要是又就按说讲啊，台湾要台湾要建国，啊你敢唔人民？你家己想者，你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哦，台湾建国没有人民哦，有没有政府？也没有哦，那是中华民国政府哦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土地？土地也不是你的，个个就失望。我要喜欢台湾，真的是地区耶。所以美国人强调台湾是只是一个地理名字，不是国家啦。你也被国家公。后来我退一步想了，好了，真的是无地主的话，你可能也会失去台湾的，我别骗你了。各位，那时候咧，美国用各位乡亲之家话啊，你莫阿讲啊，你也讲你无地主哈。中华民国有政府无？有呢，有人民无？有呢，有外交权无？有呢，他只缺土地，他是流亡政府，是缺那个土地而已。你也讲无地主哦，伊马上召集联合国申请，讲中华民国有这块土地，你台湾人民会抢输他啦。那有人戆戆在哦，你知道吗？像有的学者哦，我很尊敬他们，但是有时候听他这么讲那么多年哦，大家变干了，他个拢白起啊，知哦？好像正在转圈圈。但是有时候想哦，他们就是说啊，台湾日本已经放弃了，一直不提法理啊。好啊，那就如果说日本放弃台湾，他如果不认同，有争议，跟很多的意见不相左，自己拢意见足济嘛，他应该就是针对那个问题去解决，你知道吗？日本放弃台湾是什么意思？那简单啊，那就跟我跟你签个合约买卖啊，这个签这个合约是合同，我觉得我有问题，我当然去问土地代书嘛，我问咱买厝啊，买土地，这个合约写不清楚，咱问题咱就问代书嘛，啊是代书的清楚嘛，啊我们讲当初签约人是写什么意思嘛，他应该也清楚嘛，对吧？说就竟然当初写如果有问题我们应该怎样，美日双方在缔约国嘛，要去问啊，这样代表台湾到底属于谁啊，好，台湾的学者应该是这样做嘛，签约国的美国是谁，对吧？是谁把他找出来嘛，当然那个人可能过世，但是他的著作，他的学说，他当初的回忆录，还是他的学生，还是他们在国会开那个议事，因为有很多国家参与，所有的国家的人民，他被签名啊，是因为签错嘛？哎，奇怪，台湾都没写，都托给谁啊？啊，到底是台湾是在什么地位之下？人家会讲，只是台湾人不知道，中华民国都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美国人也知道。但是他不讲，我们就要用什么用别的方式让他知道，我们要去找出这个答案。这个是决定台湾的前途地位，这个合约你觉得说打拼这五六十年台湾都不会进步，台都不会成功，咱来找说台湾哪里有问题啦，才这么就地踏步，还是越走越后面，美国一直在这么阻挡，就刚刚我讲的嘛，后来发觉到说，原来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啊，主权哦，租款哦，大家要大家清楚是租款哦，哈，不是无地主啊。有人说，很没有那个概念哦。我就讲一个例子啊，印度你知道吗？澳洲你们知道吗？纽西兰知道吗？加拿大也知道吗？甚至香港以前，他们都效忠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效忠一个人，像我们看那个电影有没有？什么雷诺探长啥，还是讲四亿探长哇？他们那个警察，他的对面还是那墙壁都挂图画嘛？那个画就是写着的那头哦，女王头，英国女王。对啊，他们都效忠谁？他们是英国皇家警察，有没有？英国皇家，不是英国的国家。
你知道意思吗？他是吉姆克教，因为他有他的，像那个澳洲哈，他有主，澳洲的人哦，没有澳洲的主权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所有的澳洲哈，一毛黑的毛利人吧，他们是在英国女王征服，毛利人也是听他的话，然后建立起同一个主权。国际法规定，他就是他的主权。这土地就是那个英国女王的，英国王的啦。然后他世代会相传下来哦，是这样哦。所以说这个地是国家亡了啦，你们知道吗？像说那个法国有法国皇帝，你知道吗？路易十四啊，路易几世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法国皇帝？没有嘛。法国大革命有没有？把皇祖龙抬了了啊，你认识我？抬了标准上。那个皇族没有了，以帝制国家没有继承人，他就亡了，啊，变成无帝主，你知道意思吧？所以说无帝主变成住在这人民开始就占无帝主占住，然后就变成法国人民的，所以开始就是这宪法，然后选法国的总统，哇，什么密特尔朗，现在是一个什么，我都想不起，他们就台湾那个。法国的人民就有法国的土地的主权，是安内，你啥意思哦？所以咱这个国际法，咱这观念来有，哦，安内咱法律才会通啊。无有人哦，甲你会甲你吐咧，甲你讲几波，对吧？甲你讲到安尼，你就个鬼讲一句啊！咱都你爱台湾，我知啦。不过台湾哦，什么台湾有台，什么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主权，什么台湾是台湾人的。哇！大家秘书长在骗大家嘛？但是我跟你讲了，他这样是提醒你。要是我会更下口，我会直接讲，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啦，台湾人无台湾主权啦，这简单尔。台湾从来不是国家嘛，所以我台湾人跟我们台湾主权，无呢，足简单的呢。啊，无你也无相信，我甲讲。最近的啦齁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，按规律一直台湾岛，人讲我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啊，啊问题是，伊去美国，伊去日本，跟日本是用什么文化交流协会，哦，还是什么英国什么商务处，还是什么代表处有没有？如果他是国家，他应该有国家啊。他人家就是各个国际的大国不承认这个东西，那该用什么商务处，还是代表处，还是办事处？啊，可是他回就是，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骗你台湾人，对吧？这就简单，你想着，你联想起来，哎，对啊。啊，不讲这个白听的啦。他如果有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，他就不是流亡政府，对吧？流亡政府意思就是他离开自己国土，到别的地方，所以他没有台湾主权。台湾人爱请，啊，不讲伊是外来政府嘛，外来嘛，外的话就是说他不原来就不是这里的东西，然后从外地来的。表示讲中华民国诞生，一生他自己制定的宪法、人民的基本大法，也是别的地方拿过来，不是我们台湾人，是因中国人家己定的，伊得退过来管台湾人了，是不是安尼？迄种不合理啊！恁拢无想哦，搞咩维护宪法，搞咩行宪修宪，哇，我戆样啊！台湾人，只有宪法应过哦，有啊。哎，你敢讲诶，跟宪法抵触无效，伊嘛是无效啦。你是不是要集会有信心？你是不是要申请？是不是？你们要不要去抗争？去中华民国总统抗争无效哈？伊是管理当局呢哦，代为管理呢，要去哪里抗议？我不能跟你讲啦，不，美国人会那个啦哈。你家己想，我不爱讲啦哈。啊，但是我现在讲回来了哈。如果说台湾这块主权中华民国没有的话，那你们想清楚啊、哦，你注意听啊、哦，一波台湾主权
一冰上，又上面主给，噶生长台湾原来就长在台湾，这些是本土的台湾人，变更国籍作为中华民国，是不是安尼？不合理吼，伊给你变更国籍呢，噶唔经过你的同意？有经过恁公、恁阿公、恁爸爸的同意无？无呢？伊是用枪，用白色恐怖、用二八遐的，给你变更。啊你，你唔敢讲话，因为你破坏，你敢向台？所以莫名其妙的讲什么美国人生囡仔是美国人，啊、日本人生囡仔想变中国人哇？我刚刚想想也笑一笑，对啊，台湾人爱青。如果我要变中国人，那我要凭我的志愿、我的意愿，在合法状况下去完成，不是用强迫的，那不合法。所以咱去告美国会赢，对吧？所以讲吼，一般的台湾人吼，就我讲国话哩，讲到最后，我就有时候吼心情歹了，讲唉。这个、台湾人有当时读卡吼，实在是足歹教，我嘛有当时有时候会烦呐、啊。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有时候大家有反应，我就很欣慰，讲啊，毕竟还是有台湾人听懂这些事情。啊，无伊就是中华民国，就讲我是用讲吼，你什么以前我细汉的时候，老三台哇，报纸嘛三张，你记哇？第一张就头版国外新闻。啊，国内新闻啊，第二个是综艺，那个国地方新闻啊，第三种是综艺版啊，综艺版里面的全无广告是吧？啊，华视、中视、台视三台，我就介记得嘞。迄老电台的中视无，我觉得今日农村有无？我个侪个拢有会点头啦。迄今日农村哦，迄总干事、李干事哦，村里长啊，哦，大家互相尊重和睦，演戏安尼演嘛哈。可是我在我的微小心觉得怪怪的，好像哪里不对耶。我的印象中，我就看那老那三张新闻里面哈，奇怪，那好像说，尤其那像农村彰化方院是啊什么所在渔会啊农会改选哇，吼拢在亏钱呢，你知道吗？吼拢在他妈玩鸡笑怕，哎奇怪，那跟电视上面今日农村演的拢无同款啊。而且他们好像都听说都有枪，那好像是流氓呢。农会、渔会，我还改选嘛？这几年比较好了啦，这里是比较好啦。但是我就觉得啊，好像是 gay 物件，伊但是 N gay 啊，你看知嘛？那边有罗马头啊，牙青，伊讲伊要转那个有迄个用救济知嘛？伊农会用拿一块很烂的土地，然后借个5000万啊，土地面面的。给他2000万，伊就去贷款5000万，然后贷款以后，哎，伊是主席，农会主席还是农会那个总干事嘛，不敢违抗哦，啊，就还贷他就不还了，啊，就还啥抵押，反正伊个赚3000万，哎，啊，赚几千好赚嘞哈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当然嘛，大家要做，啊，恁台湾人怎啊无赚无通吃，是不是呢？哎、欸，天差个地嘞！以前我戆戆唔知哦，我直接跟那些同学开讲讲，哎、欸，今天我老板哦，把宾士开出去了。啊啊，我讲因头家的好野人，开宾士开出去，当然很稀松平常嘛。他说哦，我老板要是开车出去哦，都是哦，开台变的，要去银行借钱啊，然后开变的出去。我笑笑哦，安尼哦。啊，更懂事的话，提到一个事实啊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两位议会因遐、那個、无啥呢？因拢开面露的呢。你注意看台湾哦，看他整卡拢面露的，有人爱开 BMW， 我出过小就知啦。啊，内部就说哦，欸、奇怪，遐面露大台哈、哦，因为开哦，但是所有权人不是他们呢，都是农会议会买的呢，你知道吗？很嚣张哎，那时候你们知道吗？有的笑脸你看不知道，以前真的是这样。我那个，有的住在中华，你都知啊，有的罗马头啊，你知道？
伊拢叫公费买什么买什么，像那个严查标有没有被判刑？一个严查标无讲人啊哈，迄家己约啥物人？你想的不一定是那个人，他用公款去花喝酒有没有？又不是一啊，不是一档两档的代志，你哪看恶出来，对吧？嘿啊，很多现象啊。像以前我拢敢开玩笑讲，奇怪，对面明明迄对面就是开交警，啊隔壁开查某警，啊那像这附近人家己拢知，啊那迄个光库唔知呢，很奇怪呢吼，是不是变安尼？迄个光库拢唔知。那就是腐败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腐败，就说啊，我们要去杜绝贿选。中华民国真的有给我们，真的 有自由，有给我们那个民主观念吗？没有啊。给你星星一票，多个一票，到什么人？结果你说不能贿选，哦，老师说干呢？我小时候看我爸爸在那收钱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本来想做小生意嘛，不会得罪人，就给他买票嘛。你心情一票500块啊，你神圣的要只有500块吗？他给你改，好像不觉得那个票是神圣的。你也没有什么选举罢免创自护权，你选举有而已，选举还是假的。你真的台湾真的是民主自由吗？你自己在内心要打个问号啊！你们知道吗？中华民国给你的很轻易，可是它是虚假的。你看那美国人哦，英国人一样先进国家，投票的时候是男孩子只有投票呢，女孩子没有投票。哦，你男不平等嘛哈？真的是这样哎！一开始是那民主一直渐进在进步，男孩子可以投票，女孩子没有。那抗争时代进步怎样，一直走到最后，女孩子有投票权了，这段时间是很辛苦，然后再像美国又开始就走到一点路啊，美国的黑人可以投票了，他们一直在前进在演进，台湾人一下子就让你投票，难道哦做歹鬼啊不？啊不上一个咩米粉啊，上一个米索豆油啊，哈丁啊。啊，你嘛拍鬼嘛好啊，蒙体啊，啊，压一个高惊老公啊！可是他都不知道你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呢、啊。我们就不需要说哈、哦，不需要说把这固有的哈、哦，跟我们要反贿选，讲十几年还在反贿选，那表示他一直在贿选嘛。大家都在想啊，清楚。哦，就像他们什么注解了，不要去美国。对吧？啊，他真的需要去美国吗？你要自己问自己啊，他去美国要做什么？啊，你就会得到答案。就是你看的新闻就会知道了。就好像两台 F18直接就飞到台湾，讲一台派去哇！我真怀疑那一台派去，啊，另外一台我怀疑嘛飞落来啊，可是他。飞机上武器担架都载得满满的，有武器呢。嘿，历史主权独立国家怎么会让一个国家他飞机有武力，然后飞到了机场？不可以啊！至少说他飞下来，我们派空军陪他飞下来嘛，带他去别的地方嘛，比较偏远的地方，还去军用基地。如果说那他带的是核子弹头，他停下来后就给你引爆，啊，你机场拢了去，你飞机拢无去啊，对吧？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没延伸思考、延伸阅读，还是说没给你教育过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法，什么就是说真正的事情的背后的真相啊。他干嘛去美国嘛？很奇怪哦，不抓扛干呢？啊，你有想过他干嘛要去美国？对吧？这是实事啊。就好像说，那为什么要？我们快要成功了，他们那边大陆那边又开始办什么中华卡式的，有吧？他们也在同步跟我们改变呢。他们也同步改变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说我们以后、哦、如果看报纸的话，要想一下，
想想在民政府上的课的想法，在印证你看报章杂志里面的内容，有可能有另一番不同的看法跟气象，哎，这样子，好、哦、啊，今天到50分吧，哈、哦，对了哈、哦，好，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好、哦，谢谢大家，哎。